动，所以就会造成，如果你带到动画，它就变成人人会这样稍微这样抖动。所以你要有一个什么 smoothing 之类的，我们要把这些杂讯给过滤掉，对 filter 之类的，对，让它那个动作看起来更 smooth。对，所以说如果公司在未来啦，就是有这个需求的话，可以再跟我们联系。好啊，对，因为我们也是。